这是一个位于 Austin 和 Brighton 交界的一个两室一点五卫复式小型 townhouse 套间。一进门右侧是厨房部分，有一排窗户，厨房有一个储物间。厨房是一个半开放式的，有油烟机、电磁炉、烤箱、洗碗机和变冰箱。往里面走，这边是客厅部分，客厅面积相当的大，有一扇落地窗，有自己的一个后花园。在客厅的一侧有一个储物间，有一个0.5的 bathroom。客厅尽头上楼梯。楼上是两个房间和卫生间，这边是这个套间的卫生，洗衣机和烘干机。左边这里是第一个房间，第一个房间面积比较大，有一扇大窗户，有一个衣橱。这边是这个套间的第二个卫生间，也是一个 full bathroom。最后，这里是这个套间的第二个房间，同样有一个大衣橱，一个大窗户，还有一个小的窗户在旁边，面积也是相当的不错。